啊！开什么会嘛？我跟你们说，抓嘴，抓嘴。妈妈最近要上班，你知道妈妈每一次出门，她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们吗？对，good job。她一直担心你们，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协议。你们知道是协议是什么？就是一张纸上，我写我们三个人在家里这些日子要干什么，然后我们都同意了，要按照合同去做事情，明白吗？OK，我们就叫这个啥子，爱妈妈。协议是这样。哎，妈妈的协议，第一挑战。OK，我跟你们说，豆苗生气了，不要告诉妈妈。第一条件，爸爸没做好的事情，不要告诉妈妈。不要告诉妈妈。房子一直需要一直干净，OK。豆豆每天要学钢琴和做作业，还要运动，OK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满足了所有这些，豆豆可以拿到一个遥控船，苗苗可以拿到一个遥控车。如果你们不做这些啦，那就要罚款，罚款是压岁钱，好吗？那你们同意了，就要签字。豆豆先签字。苗苗，我帮你准备啊，第一次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呜呼，呀，OK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先放在这里，好吗？但是要记得，妈妈回来之前要把那个取下，我们把它藏起来了。我不要干干净净。好，那这样我给你买一个房子。哦。然后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玩具，你可以把它们翻得乱糟糟，然后你没有位置站，只能踩到一个玩具上面。然后那些玩具坏了，你就永远都没有玩具玩了。如果不干干净净的话，就会这样。哦，好，你可以再拿一个。好，现在你不能再拿了，我们又来。